是小六，今天呢，老表家这个鱼塘呢，放塘抓鱼了，把这里面的鱼呢清一下，能吃的就吃，不能吃的话就搬到下面那个大鱼塘里面去养，看看有没有大货了。这个鱼塘都已经有3年都没有放过了，好激动啊，期待我的大货。这个那么大。先下去把这个胆小鱼搞上来啊，小心点啊，就在那里就可以啦。哎，看胆小鱼，好大的胆小鱼啊，拿个桶来吧。拿个桶过来。哇，村长说这里还有一条是吧？那个窝那里，这里是吧？对，先用手去摸一下，你先放个屁股那里。别闹啊！哎呦，你看，哇，好大的！哎呀，哇！哇，三百哇，好肥啊这个。那个桶呢？大概都有6-7两了啊。它就出来了，我带到上面去看看那个小窝里面有没有。这个桶呢，还是拿下来方便一点。哎，这里有一条好大的泥鳅啊！哎，抓过来，给朋友们看一下。我跑了，钻泥了。哎。刚刚到里面来了，他又跑出去了。下去，就过那边了。是跟我抓迷藏吗？有糖有鱼。有啊。哎，这里大的，这条大的。哇，好大的！哇！好，这个嘞，一定要捞它鱼头。用手就抓了。哇！大货！大货！终于上货了。这是鲷鱼。不是。鲷鱼。是那个鲢鱼。鲢鱼。鲢鱼啊。嗯。来。大头鲢是吧？来。看，它跑到上面来，都可以看到鱼了。你看这条又是长鲢鱼啊，它是从泥里面钻出来的。这里还有一条啊，看到没有？我都已经看到它的须了。它上面来是透气。哇。看一下，这都不少了吧？太爽了，好久都没有这么爽过了，我都成了大花猫了。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，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帮忙点个关注，下期再见啦。